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，要还是一样的下场的话，那也改变，因为说话这种东西就像很方便，这种几率真的很高，就像你买新机的时候放到小子，真的是万中一中的。对，因为苹果现在就这么强。然后就对你说，他最后只会找我，他就跟你说，等一会儿。